你看啊，这些啊都是饺子。真的吗？是，完全不像我们平常看到的饺子。是，这个呢就是白饺百姓。哇，真的，你看，有动物的，还有水果的。是。哇。饺子宴上的饺子，一饺一形，百饺百味，什么样的形状就用什么样的馅料，还创新性的将蒸、烤、煎、炸、烩众多的烹饪方式融入其中，使饺子的造型保持原有的形状和色泽，被誉为中华名小吃神州一绝。北齐时期的颜之推，他有这样一句话，就是今之馄饨形如烟月，天下通吃也。烟月，你想咱们的饺子像不像月亮，就弯弯的。哎，对，当年说的馄饨其实是现在的饺子这个形状。正如古老的西安城焕发着新的光彩，日益吸引着无数游客一样，古已有之的饺子也随着人们美食口味的提高，在创新之后成为今天多姿多彩的饺子宴，让许多人慕名前来品尝。